你好，欢迎来到第三题。我在这里哦。现在我们在拍第三集的戏。Hello， 李李强。现在我一个猫。我是华人来的，本来。我有一个猫，可是它是对面的咖啡店猫，现在它关了，做到现在吧。现在给他看，看到吗？我这里有，你不要插我的戏，哎呦，不要插我的戏。现在给我看我的猫，喵喵。那猫也是这样吗？嗯。还是这样猫可爱吧？这个是最可爱的，它不会夸人。它的名字叫黑黑。OK。